近日，连云港市发现一处大规模墓葬群。该处墓葬群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衢阳街道大成砖厂旧址，是一处典型的汉代大型封土墓葬群。我们于今年的2月份就开始对这块地进行这个考古发掘工作，历时大概有7个月吧。据现在统计是，总共是发掘105座墓葬，数量不等的这个灰坑，包括石构遗迹。出土文物的话是391件套。本次共发掘面积约3600平方米，以西汉时期墓葬为主，其中西汉时期墓葬92座，唐宋时期墓葬7座，清代墓葬6座。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，包括玉剑制、木尺、木梳、石印章等珍贵文物。在连云港也比较少见的，就是那个汉代的一个墓尺，它也是出土于西汉的一个墓葬，上面的刻度我们也精确的测量过，它是23厘米。目前，该处文物发掘工作已全部结束，并进行了回填处理。